啊、是我就怕今儿演完明儿有人骂我，哪等有明天呢？现在我就想骂你。师傅，你要有人骂我，你能上账号帮我骂他吗？你甭管了啊，别骂你，我打赏打赏。您二位不愿意跟我演八马褂？你跟他说了没有？我不跟德云社以外的人过话。那么多师兄弟儿，那相声在您眼里肯定都不行。哎呀，不能这么说，就是你不行，你不行。您说我毕竟已经拜师这么多年了，拜谁了？您呀，师傅。有这个事吗？不记得，不记得。